首先先关心来自家己企业消息，这是家己扶轮社为庆祝国际扶轮创立111周年，将联合着家己地区的扶轮社，将在明年2月28日举办“上爱扶轮，上爱走”公益路走活动。上特别在市府中庭举办的宣传记者会，今日头先提和扶轮社来宣传这场为爱、为弱势举办的路走活动。为了帮助单亲及隔代教养的弱势学童，国际扶轮3470地区该扶轮社联合该地区各扶轮社，将要伫明年2月28日举办“上爱扶轮，上爱走”公益路跑活动。6日伫该市长举办记者会，该市长涂新体也亲自到场为活动宣传。上爱扶轮呐，上爱走这个活动，那这个活动有几层意义？第一个，走出健康，要跑出健康来，第二个，他们会送出3000个这个泰迪熊哈，这个熊熊，然后呢，他们这一次的慢跑的活动，如果有盈余，会给这个我们弱势单亲的家庭等等。第三，他们这次也是熊爱扶轮，熊爱肝，所以这个也是为肝病的防治而跑。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意义辉煌，其实也是我们3470哈那个庆祝111周年哈的一个活动的一环哈。因为3470地区我们是以那个快乐学习哈，那健康的服务哈，那么来作为我们的一个今年度的一个主轴。那所以说我们这个是一个传爱的活动。那从我们举办那个111周年那个慈善音乐会之后，我们把结余的款项我们捐给那个B 肝筛检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之外，那么呢嘉义扶轮社哈，那么也准备把这一次所办的熊爱扶轮熊爱照诶这个活动哈的那个结余款，也要作为我们照顾这个单亲以及隔代教养的这个样子的一个弱势儿童。我想这个都是我们扶轮社大家共同创造爱的社会，爱的一环。这边公益路跑活动分作半马21公里、13公里、5公里3组，只要来参加的民众，主办单位拢会精心准备小礼品，包括纪念衣、运动毛巾、提袋以外，又搁赠送紫色的薰衣草泰迪熊一只。而报名总人数只有3000人，该扶轮社欢迎对公益路跑有兴趣的民众赶紧上网报名，做伙帮助弱势学童。新闻台闽台记者采访报道。